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教学关卡星穹铁道折纸小鸟对对碰更新完结活动攻略黄金的挑战飞色的挑战赤红的挑战湛蓝的挑战最终的挑战自由挑战星穹铁道 2.3。啊，这边折纸小鸟对对碰这边新手引导这块啊，直接跟着任务追踪走就行。跟着他的指引去挪这个，然后我们这边来右下方这个桃子往上挪，然后右侧的这个桃子往下边挪，然后右下方这个草莓，这三个叠在一起，然后右下方这个猕猴桃扔上去，这边跟指引挪过来，然后现在我们正下方有这个四个桃子，来把这桃挪下来，四个桃子一起，然后在右下方这个桃子把这个桃子挪过来，然后左下方这边蓝莓挪一下，这个稍微有点费劲，打得有点慢，然后跟着指引往上面挪，这个是应该是万能的超级炸弹啊，按照指引挪就行。好，然后我们的正上方这边有五个草莓啊，把上面这拖下来，又是一个万能的，这个万能的我们去把它跟蓝莓合在一起，然后在我们的正中间这块有这个猕猴桃，凑成四个，然后跟着指引往上面挪，好的，然后这一边我们先按右下方，右下方这边是一个草莓一个猕猴桃，把这俩换一下，两边都是四个，获得两个发光的水果，好嘞，把这个炸弹跟这个猕猴桃换一下，然后我们正上方这边有香蕉，四个香蕉叠一起，这边直接打掉，